西西要如何去草衙道？问得好。要如何去草衙道？问得好。大家好，我是 W， 才刚开幕不久的大鲁阁长道，目前已经变成高雄的热门景点了。但是要怎么去才比较方便呢？今天就为大家做个介绍，大鲁阁草衙道之交通全攻略。就不要麻烦 Siri 了，接下来就请我的小秘书来为大家说明。Vivian 要如何去草衙道？查询大鲁阁草衙道。共有四种方式可直接抵达：一、搭乘捷运，搭乘高雄捷运红线至草衙站；由二号出口出站；二、搭乘市公车，可搭乘各路市公车抵达附近之公车站，然后再步行抵达卖场。为了大家的安全，需要穿越马路时，请利用捷运系统的地下道抵达卖场。三、骑乘公共脚踏车，骑乘公共脚踏车至邻近的租赁站，停放后再步行抵达卖场。为了大家的安全，需要穿越马路时，请利用捷运系统的地下道抵达卖场。四、开车或骑乘机车，车辆依所规划的路线停至该卖场之停车场或特约停车场。骑乘机车建议之路线如下。开车建议之路线如下。以上详细资讯可参考如下相关网站。好了，看完以上的介绍，大家是不是比较有概念了呢？这里再另外提醒大家一下，由于草衙道所在位置是国道交流道出口，中山路与中安路一带交通相当繁忙，有相当多的重型连接车辆来往，所以请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，最好的方式还是搭乘捷运，而且搭乘捷运还有享优惠，真的是既方便又安全哦。最后感谢各位的收看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。Vivian， 还是你最棒。哪里，我只不过是个小助理。